今天啊，在树上摘到一个奇奇怪怪的菠萝蜜，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果肉。要是里面有果肉的话，记得点个小心心啊！哇哇，好香啊，特别香！哇，看一下它里面太多果肉了吧，太金黄了！看一下咱家的果子啊，每个都是这么金黄饱满的。你们啊，要是看得有食欲的话，不妨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，几十米啊，可以放满满一大个呢。